二，振臂展翅。一，开步起手，左脚向左分开，两脚平行同肩宽，同时两臂慢慢从身体两侧向上托起，自然伸直，两掌心向上。二，拳击环跳，两掌向下翻转变拳，拳心向下。击打环跳穴，同时两腿配合击打，微微屈膝。击打后，两手变掌，分别向体侧抬起，置于肩平。三，拍击天宗，身体左转，两臂抱于胸前，两手掌拍击后背天宗穴，拍击后身体转正，两手向两侧打开，掌心向上。四，拳击环跳，两掌向下翻转变拳，拳心向下，击打环跳穴，同时两腿配合击打，微微屈膝。击打后，两手变掌，分别向体侧抬起，置于肩平。五，拍击天宗，身体右转，两臂抱于胸前，两手掌拍击后背天宗穴，拍击后身体转正，两手向两侧打开，掌心向上。六，抖膀振臂，两手抱于胸前两秒。向两侧展开，头微微上扬。七，合掌收步，两手向前合于胸前，宽与肩同，掌心向下，两手下按至起始位置，左脚收回，两脚并拢。功效：舒展体魄，振奋肺气。五行：属金，五脏：属肺。功法特点：本节功法旨在舒展体魄，振奋肺气，以舒展和拍打振奋精神，尤其是击打环跳和天宗两个大穴，可以有效地缓解机体疲劳，强健体魄。双侧的环抱拍打可以疏通开张肺窍，尤其是正前方的舒展抖膀，可以通调周身毛窍，振奋肺气，同时提升清气。本节功法适用于一定强度压力工作后的精神萎顿、少气乏力症状。习练本节功法可以快速振奋精神，消除疲劳。